成日都坏喎，啱生。好啦，玩埋呢场啦，应该拣埋呢个就唔拣啦。索尔，对上补色。我会以荣耀作战，为了末日锤。这个星期要走后走的话，这三张都不需要了，其他野种之外我们弹着去啲前期怪应该 OK， 绝对呢几张我觉得不错。封地清，咁第一弯就冇乜嘢好做。咁佢都尽量将佢嘅怪摆得最多咯，打一下。咁第二 round 其实睇你点玩啦，而家咧可以两本嘅。如果出野性之魂的话就会再拖多一场。我出元素啦。完工了。五三 cost 我四血又未必解到的。咁除非用88 bop 咗你一。咁我就二四就同你吹咯。咁再睇定啲先咯。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。圣光会护佑我。咁好多圣盾石啦，你见到。咁佢唔解我，我觉得系可能系一个错误嚟嘅。咁就野性之魂啦。嗯，可以两款嘅，睇我解二定系咩啦。咁解咗你二先，咁第四弯奉献，咁 OK 嘅，大家都喺度玩紧手牌嘅，咁自己装配到俾自己。前来报道。咁四 cost 就可以选择出夜静之魂。我用咗16点嘅时候要出。不可以再挨太多的伤害。引导我吧，元素啊，引导我吧。看了，我应该打一。哇，放了一分。帕雷，特别丢钱。够拉扯的。猫头鹰，咁都系再唔会放怪啦，再放怪就出闪电风，咁就值得呢一张。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，前来报道。
呢个系出选地方重要时机。人夫啊，引导我吧！前来报道。哇，呢个陈恩成，如果成期都中意用呢张，我都中意。趁有怪就冲过来呢，啊呢下。睇佢仲有冇咁多細牌？哇，痛啊！我犯錯了。七點去打你咪算啦。又可以支持我，我先。前来报道。哦。真系麻烦。啊，咁冇办法啦，佢赢啦。前来报道。我终于解晒啲任务啦，我留翻一个之后就解啦。好，咁今日玩住咁多先，下次再玩。